你好用什么的最讨厌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我明明只是想和你一起活下去，我明明只是想让你获得幸福，为什么要为了别人放弃自己的生命？人类这种东西，原本就是愿意为其他使命而牺牲自己的生物。要是你也有想用生命去追求的事情就好了。想用生命追求的事情。原来是这样，我明白了，十一。活下去并不是生命的全部意义，我也有想用生命去追求的事情。我要像你一样，像那些我所热爱的人类们一样，我要守护我想守护的人。脱下帽子的。